真能回到原点，但是回不到昨天。就像我们的故事已经翻篇，也许撕掉一季过去的那一页，心疼才会好一点。留不住的东西不如认得远一点，挽留也不过是在延长错的时间。最后才明白，感动代替不了感情，念旧也回不到曾经。